今跳是五十支八，我发誓，全五四个八拍，总共三十二拍，四面墙各五，前奏两个八拍。而这首舞没有 Rista 也没有 Take。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动心左脚，右脚起拍，第一个八拍，右脚右侧踏，左脚交叉前点，左脚在左侧踏，右脚左后点，接着是滑轮右转九十，右脚右侧踏，左脚右后交叉，右转九十，右脚前踏。第八拍，左脚跟着往前一个叉踢。第二个八拍，摇椅步，左脚前下沉回重心，再后下沉回重心右转。接着是走一个 V 字步，然后同时带上手部的动作。就左脚左斜前踏，左手放到头的后面，右脚右斜前踏，右手放到右头的后面，然后左脚后踏，左手放到左边的臀部，右脚后踏，右手再放到右边的臀部。接着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左侧踏，右脚左后点，然后右脚跟右侧踏，左脚跟右后点。接着五六七，用这三拍往左边绕走一百八，好，左转，左右左，然后第八拍右脚跟着往前一个叉踢。第四个八拍，右脚往右斜前跳，左脚右脚的旁边一个停拍，两边是对称的，换左脚往左斜前跳，右脚点到左脚的旁边再停拍。接着是一个慢拍的退海岸，右脚往后退并右脚在前踏。最后第八拍，左脚在变成右脚的旁边。好，全舞就结束，我们来数拍。好，五六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一二加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全舞结束，谢谢。